哦啾啾班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啾啾班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啾啾班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小看大肚腩，说到勇敢，说到机灵，他是一级棒。喂喂喂，别在他面前逞强，所有左耳分子一旦见到他，闪一旁。而他很简单，他最爱吃冰激凌棒棒糖。朋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有他助助下就不用烦。哦，举举棒。童话里做英雄，哦啾啾班，热血心中流动，哦啾啾班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你们立刻出发，这次的任务是拯救母鸡。现在进入倒计时，十、九、八、七，鸡大婶，六，鸡大婶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发射！哦，好啊！哎，快追回来！鸡大婶。哪儿你跑，站住！鸡大婶，哎呀，哎呀，鸡大婶，哎，我们还是来迟了一步，快追！啊，是幸福救援队。啊，它飞得好快呀！菲菲，小呆呆，快跟上！好。小猪猪，我们跟不上了。哎呀，菲菲和小呆呆的飞艇没有我的飞艇快呀！啊，现在怎么办呢？哎，看来只能靠我自己了。我一定要追上他。哎，哎呀，哎呀，还差一点。哎呀，战斗形态变身，嗨！哎，哦，博比这家伙还真够贪心的，竟然搬回来这么多金蛋啊！哎。波比，波比，波比！哎呀，老大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猕猴老师约我们吃散伙饭，快跟我走！啊，散伙饭？难道你们已经知道了我的事情，觉得太丢人，所以想开除我？哼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有什么事瞒着我吗？啊！我老大，其实这些金蛋都是我下的。啊？什么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肚子一疼就拉出金蛋了。哎呀，老大，我老大呀，我不想再下金蛋了。哎呀！波比别哭，我会想办法帮你的。老大，就是他。嗯，难道他们已经知道我会下蛋了？啊，这回完蛋了。根据五大国王的特别法令，抓住所有会下金蛋的人，现在你被捕了。哼，有我在，你们休想把他带走。嘿，你们还是不要反抗，束手就擒吧。太皇，怪我！波比，
你去开飞艇，我们一起走。好，发射！哎哎哎哎！发射！发射！波比，我们走。哎哎哎！不要跟他跑了，我们快追！是。老大，我们要去哪儿啊？我们去找迷糊老师。嗯。啊！哎呀，我得赶紧让火箭停下来，把母鸡救出来。哎呀！哎！哎！哎！啊！哎哎哎哎呀，快停下来。哎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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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家伙的力气还真大呀。快停下来。哎呀哎呀，快停下来。哎呀，小猪猪，我们来了。菲菲，小呆呆，快来帮忙，我们一起让火箭停下来。是。啊，那怎么回事啊？我说你这家伙明明就是枚火箭，干嘛突然变成人形了？要是像这种普普通通的东西都会变形的话，那变形就不值钱了。哎哎哎哎，哎哎，我射我射，我要把你射下来。好厉害的武器啊！猪猪侠，我来帮你，带火弹发射。啊！哈哈，太好了，打败他了！哈哈哈！哎，小呆呆干得不错啊！哦，竟然没事，这家伙的盾牌防御力很高哎！再来，好，我打，我打，打打打！哎，哎，啊！圣光盾！菲菲，你要挺住啊！我的飞艇防御力高，可以挺住的。小猪猪，快呀！菲菲，你要挺住。小呆呆，我们一起上。好。嗨！啊！这火箭人太厉害了，我们三个人不是他的对手。救援弹发射！我的，让你尝尝我的厉害。
好险呐、啊！小呆呆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呀，这家伙很厉害呀，大家要小心哦。怎么回事？猕猴老师，怎么样？怎么看都是魔币，不是母鸡啊。可是它真的会下蛋，而且还是金蛋。是啊。波比，你的家族有鸡的血统吗？没有，我把族谱都翻烂了，也没发现哪个祖先是鸡呀。这就奇怪了，根本就不符合科学常识嘛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给你抽血化验一下。不要啊，我怕疼的。波比，勇敢点。放心，抽血不疼的。哎呀！真的一点都不疼啊！全靠我的技术好。我现在给你配置解药。猕猴老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虽然被炸了一下，但是治疗下蛋病的解药终于配置成功了。啊，这么快？猕猴老师，你又不是医生，我乱吃你的药会不会爆炸呀？嘿嘿，你太小看我猕猴老师了。难道你不知道我的祖先是什么人吗？难道你的祖先是神医？哎，你只答对了一半。我的祖先其实是神医的邻居啊。邻居？我的祖先和神医都有一条非常灵敏的舌头，他们是非常非常好的邻居啊。那也只是邻居而已，又不是神医的学生。他临死先把耗费一生的心血写成的医书送给了我的祖先，这本书一代一代传下来，一直传到了我的手中。我看与你有缘，就10块钱卖给你吧。哎呀，怎么听都像是在吹牛啊。好险呐、啊、小呆呆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呀，这家伙很厉害呀，大家要小心哦。怎么回事？猕猴老师，怎么样？怎么看都是魔币，不是母鸡啊。可是它真的会下蛋，而且还是金蛋。是啊。波比，你的家族有鸡的血统吗？没有，我把族谱都翻烂了，也没发现哪个祖先是鸡呀。这就奇怪了，根本就不符合科学常识嘛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给你抽血化验一下。不要啊，我怕疼的。波比，勇敢点。放心，抽血不疼的。哎呀！真的一点都不疼啊。全靠我的技术好。我现在给你配置解药。猕猴老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虽然被炸了一下，但是治疗下蛋病的解药终于配置成功了。啊，这么快？猕猴老师，你又不是医生，我乱吃你的药会不会爆炸呀？嘿嘿，你太小看我猕猴老师了。难道你不知道我的祖先是什么人吗？难道你的祖先是神医？哎，你只答对了一半。我的祖先其实是神医的邻居。啊，邻居？我的祖先和神医都有一条非常灵敏的舌头，他
他们是非常非常好的邻居。啊，那也只是邻居而已，又不是神医的学生。他临死先把耗费一生的心血写成的医书送给了我的祖先，这本书一代一代传下来，一直传到了我的手中。我看与你有缘，就10块钱卖给你吧。哎呀，怎么听都像是在吹牛啊。猕猴老师，让我来吧。哎，宝贝，百合解药。哎呀，老大，不要啊。啊，这肯定是假药来的。哎，我不要喝。哎，你可真够啰嗦的。肚子马上就不疼了啊。太好了。我再也不用下金蛋了。猕猴老师，你真是个神医。那是当然，这神医的邻居可不是白当的。这是谁来的电话呀？喂，什么？火箭会变形？你们小心点，我马上派人过去支援。超人强到，波比到，菲菲他们遇到麻烦了。你们快去支援。是。是。火弹发射！发射！我射！我射！我要把你射下来！发射！不射，不射！我要把你射下来！我早就在火箭上做了手脚，让它变成战斗力强大的火箭人。当火箭人干掉谢无救援对着自己的家伙之后，就没有人能够阻止我了。横跨世界也会陷入痛苦之中，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主意。发射！哈哈呀！嘿！嘿呀！呀！呀！嘿！哇！嘿！啊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。我来了，勇者破龙钻。哎呀，还有我，我们是来支援你们的。太好了，现在我们救援队的5个人都到齐了。菜鸟就是菜鸟，3个人还打不过1个。波比，让那些菜鸟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实力。好，我们上。是老大，菲菲、小呆呆，我们也一起上。是是。
哎！哈！哎！可恶，竟然被挡住了。超人强，我来帮你了。哎，我不需要你们这些菜鸟的帮忙。哎！哎！哦！这个火箭人真厉害。你没事吧？我们要团结一起才能打败他。哎呀，那我们赶快组合成幸福战神。啊，可是上次练习的时候我们合体都不成功，这次肯定不行的。摩比说的对，现在你们还不能组成幸福战神。为什么？这可怎么办呢？你们可以组合成胜利战神和信念战神。胜利战神？信念战神？没错，超人强和波比、狙击棒、菲菲和小呆呆，你们两个组合之间已经有了默契，所以不如各自组合成胜利战神和信念战神，然后联手对付火箭人。嗨，菲菲、小呆呆，我们摆成组合阵型。好，现在开始组合。波比，我们也摆成组合阵型。是，老大。哎哎哎哎哈哎哎胜利战神合体。波比，你好好配合我，这次我们一定要拿下头功。是。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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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呆呆。菲菲，我们也一起上。是是。嗨。哦，哎，小呆呆，你要去哪里？我先试试我们的组合是不是很协调。让我们一起来动动手吧。手背动一动，动一动，飞飞飞。哎呀，小呆呆，不要玩了。原来我们真的很协调啊。哎呀，哎，可恶，还是占不到他的便宜。老大，我们打不过他呀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不要灭自己的威风，我们是不会认输的。哎，勇者霸龙拳，哎哎哎呦哎呀！
有我们救援队在，没人能伤害到你的爸爸，有什么事慢慢说吧。我爸爸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成竖琴了，母鸡下的蛋也变成了普通的蛋。什么？那你家不就没有金蛋了？小猪猪，我们快找医生帮忙吧。嗯。白雪公主，你怎么又变成黑炭公主了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一个奶瓶掉到脚边就变成这样子了，我的父王也变成了雪人了。啊，又是奶瓶。白雪公主生病了就应该找医生啊。我找遍了全国的医院，可是一个医生也没有找到。医生都不见了。哎呀，突然又出现这么多怪病。这一定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。不过不用担心，我们救援队的咪咕老师也会给大家治病。我这就给咪咕老师打电话。怎么打不通呢？咪咕老师从来不关机的。难道是他遇到了什么危险吗？咪咕老师不会也消失了吧？你好了没有？怎么这么长时间呢？我肚子疼，再给我十分钟吧。你可别耍什么花样，不然马上吃掉你。哎呀，这里戒备森严，就算我想耍花样也耍不了啊。哼，你快点，好臭啊。要是我想耍花样，你们谁也拦不住。嘿嘿，夜良君肯定猜不到，我已经把马桶改装成电话。喂，你是哪位？是我，咪咕老师。咪咕老师，你在哪里呀？我和所有的医生都被夜良君关起来了，我现在就发送 GPS 定位给你，你们赶快过来。现在所有医生和听说是神医邻居的咪咕老师都在我们手里，看幸福救援队还怎么拯救那些病人和他们的幸福。这回再也不会有人相信他们了。幸福救援队，哼，来得正好，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新组合。你们看，是白雪王后的雪人机甲和野狼军的黑天鹅飞艇。啊，又是这两个家伙在捣鬼。野狼军，快放走所有的医生。哼，那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黑雪组合。大魔王给新城市组合的黑雪组合真是太威风了。他们也会组合了，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虽然他们看起来很厉害，
但是绝对不是我们三合体的对手。菲菲、小呆呆，我们进行组合，打败他们。好，好，变形长组合阵型。念战神真正的实力呀！哎哎哎呀！冰冻射线，他们的冰冻射线威力好大呀！别怕，我们三个的默契越来越好，他是没有那么容易打败我们的。有，嘿，快！好，有！哎，你们几个还不累吗？不过还不是我们飞行组合的对手。嗨！冰冻射线。被冻住了，被冻住了！猪猪侠，现在怎么办？你们的组合也不过如此。我是会认输的。我们一起用力挣脱冰块。真是不堪一击，看来他们已经没法还击了，是该了结他们了。破冰斩，太阳我来了。哎，野狼君，你欺负这些菜鸟不算本事，让我来打败你吧。哼，你们来得正好，我连你们一起揍。来，老大，他们的组合太强了，我们还是先撤吧。哼，必须顶住，别让那帮菜鸟看我们的笑话。哎呀！看来你们的实力也不怎么样嘛。我是不会输给你们的。哎呀，超人脚波比，小猪猪，超人强他们快要坚持不住了。菲菲、小呆呆，我们再试一次，同时用力挣脱冰块啊。好，受死吧，超人脚，你要坚持住。用笔了，破冰斩。什么？可恶，竟然可以挣脱冰块。超人强，你没事吧？哼，我不需要你们这帮菜鸟帮忙，我自己可以对付野狼军。超人强，你不要逞强了，我们一起合作对付黑雪组合吧。
你这个菜鸟，别碍手碍脚的，让开！住口！你们几个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这里磨蹭？你们一定要团结一致，先对付眼前的敌人，救出咪咕老师和所有的医生。是。我们一起上。好。可恶，他们合作起来这么厉害，我们也请帮手。火箭人，火箭人，哎呀，哈哈哈！火箭人经过大魔王的重新打造，又回来啦！给我上！而且我们还可以超级合体。Woo!